哎呦，李丹给我发消息了。哦，这个朋友们，非常感谢大家对编剧部做出的所有贡献，但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东西。大家听听啊，趁这次健康专场的机会，我们就好好关注一下各位的健康。为此特地在编剧部准备了身高体重一体机和体脂夹，测试你们的身体状况。他要让我来组织大家进行自测，然后下午呢还有专业的心理医生给大家问诊啊，缓解压力。哦，好，这个好，这个好。李丹会根据全方位的观察，选出最会照顾人的编剧，担任这期的主任。好啊。哦。你这是照顾人吗？这么快吗？李丹说：“程主任，你也组织大家一起把我们当中最不健康的人给揪出来。”揪出来，那就你这怎么揪啊？揪我干什么呀？自测了，走吧。你给大家记一下吧。好嘞。我每一期都是一个特殊职位，是吧？一个一个来，一个一个来。这第一位是，哎，那是不是应该去个厕所？我去上个洗手间。国仔在剪指甲是想少零点一克。好久没剪了，不，这不少一刻是一刻吗？开心一刻，这是。真是。这第一位是，我先来，我先打个样。拖鞋，拖鞋，别拖鞋了吧，万一有人垫增高垫。那完了。在这儿来，体重是53.6。哟，然后这1.83米，这是、啊？我想找你测吧。1.83米，我觉得他这能不对吧？这个不会看这个，看这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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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65.7，哦，这么高。下一位，哎呀，萌哎，我在那个百度百科上写的是1.75米。哦，好，来吧。看你是不是1.75米的时候到了啊？不是，我的意思，我的意思是啥呀？是让你验证他是吗？改掉网上的数据，给他改一下百度百科。比我高，比我高，70.20。下来吧，下来吧，身高已经测完了。那个哪位朋友改一下智胜的百度百科？171.6。老杨，你压智胜头的时候就你往这边压，他这边都出个棱，你看现在还有呢。量身高量太阳穴，你看这是。陆老师来，你们猜你俩谁高？我应该比智胜差不多吧？快来，快快快！175了，175，他也怎么就我头发高？腰的太高高的了呀，刚刚171，现在175。我别动，就在这儿。啊，你这确实不够啊。给他这样算一个，给他这样。这样给你算一个，这样算一个。173。173，好，腰的高高的。好嘞好嘞。但是171已经播出去了呀。把173剪掉。我来我来。王峰哥，你的百度百科是多少高了？我们不写这种数据。我这都快不够用了。体重是78，身高是84.5。下一位，绵绵、啊。怎么就录一个节目就量一次身高？现在不量身高的节目我都不去。绵绵。啊，行，好，懂了。往下压一压，往下压一压。行吧，下去吧。哎，师傅，这个，哎呀，你看看，怎么长个了？你看看，真是。你这比老庞高了没有多少，还行，挺精准。真是自家节目哈。61.95。呼啦开始脱衣服了，脱一件，脱一件，脱一件。你往后站着，你往后站着。啊，得往后。
头都疼了，你这压的，你这压的体重都不准了，又重又矮的，这压的又重又矮，幺八零点五，没有人测了，真没人测了啊，真没人测了，我上了啊，我上完秤可能就用不了了。博仔，你别崴脚啊！没事，我刚才剪指甲了，应该还可以。哇，四位数啊，这就跟股市上涨了一样。109.75啊，这是今天那个指甲剪没剪利索，这是。你这都剪出血了。对，剪破了。是不是杨哥你没错？我还有我。哎，然后来吧，杨哥。哎，你不能这种的，这太阳穴趁谁高？这个力度可以吗？弄在耳朵上，这个确实不太对啊，这个。哎，你的为啥老变？79.0，七十九点零体重，79，你不可能，我要上榜，哎，我才82啊！你看，71.55，哎，你为啥1.84呀？我也不知道。你说上来，你上来，啥？你别在这装傻，不知道不知道的。他跟我一样高，我有点哇！他跟我一样高，我有点真的。你这么高吗？对呀、啊，但他有可能坏了，他确实有可能坏。成哥，快成哥！1.7的机会来了，1.7的机会，快！1.7了，1.7了，哇，1.7了，快！问题出在哪儿呢？这儿，你们这儿得抻到头。哦，哎，1.8，智胜，快！怎么到我嘴了，又到我这儿了？刚才不我调好了，再往上了，干啥呢？来。180是吧？180是吧？好，那个55.40，身高啊？对。还有这个体脂牙，好像要测体脂啊？这好像要加肚子是吧？啊？我测一个，我自己的，感觉一下啊。对，我这个有1，然后肚子呀、啊。不，闭眼睛，你看又看，你别伸这个头看，很不雅。我不伸头看不见，我这样啥都看不见，我这不是这背没法测呀？我给你测呗，那就是我给你夹呀。你这夹不住呀？你先把我这样捏起来、啊。先捏起来啊，然后夹，疼吗？使劲啊，使劲这样的。你要你读底下那个数，你快读，疼！不是，那我弄反了，我看不见。这个咋读呀？读哪儿啊？你先学会再夹呀！快夹破了，说你哎呀！啊、哦，好嘞，就是这儿读这个是吧？啊，对，你是这样。有这么多吗？就算20吧，我得是多少？看看。后背你弄弄吗？后背国仔这个已经捏不起来了呀，我感觉。哦，他你的后背是0是吧？因为捏不起来，夹不住就是没有体脂。你看，哇、哦，也好大呀，三十四，这不用记了，已经47了，他表满就到48。